septiembre. Give it a feel. Per succedere va. Is this a fan? 这个是挑什么的呢？穿模的时候把它打开。哦。我说，套机从哪边进啊？那这边进是吧？嗯，对。这边进，那边出，那不这个机器摆它那边左边。对，把这个机器拿。这里可以，有中间可以摆过来。垃圾丢哪里？就在我们这儿。气源，对，气啊，拿个气管过来，气管过来，我晓得气源嘛，空压机嘛，空压机嘛，对吧？哎，这小气的，我是十个吧，十个我也是十个，那就直接插上去，不用这个，那这个到时候给客户用，以后不用烦了。这气管。这是几个压呢？0.6都一样。六个压。嗯。0.6都。压的哪个都一样。好，我那边推一点吧，那个过来。OK。我说推好吗？你那个是三相电的，那个功率大了。这个有三电有，那个功率比较大。Nice。哦。先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对一下刀，看刀有没有动。先不要动。别人，今天出去。他有时候。对哪个刀呢？你这里面技术人员，我要跟你讲一下，万一就是说在搬运过程中，刘哥，到时候拿个课的。哪个上门的话，这先要听好的。刘工上门。刘工上门的话，到你上门了，肯定你再听一下。刘工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就是说，运输过程中，我们就是在厂里肯定调试过了，这个就是这把刀切下去，怕有空切。空切以后，空切的话，它就会产生封不牢啊，或者是破了这些东西，可能都在这个刀上面。再就是这一个铰网轮上面一个对物体薄跟厚的控制，在这个啊，所以我新机器没升温之前的时候呢，我打开看一下呢，就比那个升温要方便一点，所以我现在就把那个刀打开看一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两个 L 型的都是刀啊！对，是刀，因为我怕我刚才从这里剪开了，我怕在运输过程中颠簸大，震动了。你们反而不知道，这个我先看一下，要稳妥一点。好，你拿个螺丝刀给我，把气把我送上。螺丝刀我刚才拿了一个在。
十字的可以吧？十字的，就是要十字。然后你打开，接气。我可以打开。啊，这里接气了的，下面是接气了的。这里有个推拉阀，啊，它跟你那个是一样的。一般的，0.2，照看。你这个好像压力表，还有一个流工。这个压力，我们这个机器的压力，它靠那个气缸是推刀的。这个压力呢，你就是说尽量的一定要达到0.6。第二个呢，压力要充足，不充足的，它从我有一次碰到有个客户，他气泵小了嘛，他。你这样看它是0.6，一切下去你在前面你也没看到，切不断，或者是切封也封不住，它压力不够它就切不断，或者是封不住。它需求量是多大的气缸需求量？一般的话至少要800到1000瓦的那种。不是我们这个就是说每分钟吐气量多少？耗气量？耗气量？我是73×6.5的气缸。这个我还真你把我问着，我耗气量我真不知道。但是你等一下我看看，你要达到0.6，然后你那个表值动多少我就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但是这个就调它的扭量的，应该是调这个吹气管。这个吹气管呢，到时候做产品的时候起到一定的作用。这个吹气管起什么作用？主要是达到什么目的？达目的，它那个膜有时候那个角就是这个角的时候，它会产生，就像这种 L 型的机器的话，它那个角会产生叠加。叠加的话，就吹的话，让那个脚尽量直，吹水平是吧？尽量直，直了以后封起来就好看，否则这个边上就有个，这倒是吹，一般吹哪个地方吹？吹里面，等一下开起来就是吹膜的里面。哦，明白了，把它吹的然后展开，能够叠到一起。尽量平整一点嘛，是那个。到时候过去的时候需要做这些什么？就到时候可能我们牛工会去上门安装。到时候这个刀的话，就我们到时候可能会需要动的地方，或者需要调试的地方、调节的地方有哪些？这个刀的这个位置的话，调好了就不用动了哈。对，你就是说机器就怕是动的过程、搬运过程中出现了那撞击啊，或者什么东西。一般的，你假如你在你这个场地不动，我帮你调好了。那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没什么。那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，因为从那。走了。镜头就你拿吧，你们可以连放没关系，它可以。深入不轨。